啊，然后因为点灯的这个善业的关系呀、啊，他以后得到天眼通，那得到天眼通，他不会瞎眼的。所以点灯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得到那个眼睛，其中有五种眼呐、啊，佛陀有五种眼，那其中一个眼就是天眼，天眼是可以看到过去、未来啊，看到十方啊。如果他的天眼很厉害的话，像那个天眼第一的阿耨多罗尊者啊，他的定力的心，他可以产生的那个光，我们叫心生色法，他可以照到1000个世界这么远，意思说1000个太阳的眼啊，1000个太阳系就1000个世界啊，他可以照这么远的，就是他的定力的神通天眼。啊，产生的那个光，那佛陀呢？他的心生色法，他的光呢，就可以照10000个世界，也就是他可以看到很远啊，10000个世界。但是佛陀他其实他如果还要更远的话，是可以的。佛陀的光啊，他可以很远的。那这些都是修定力啊，修智慧啊，尤其定力啊，这边产生的就是修神通产生的。所以佛陀的光是可以照很远的。以前阿难尊者他就听说以前某某佛的他的弟子啊，他的声音是可以传到那个梵天界去的。梵天很远吗？如果他去到梵天来跟地球说法的话，那个弟子也做得到的。也就是说，去到梵天这么远哦，他的声音可以传达这么远。那么，他一听到有这个记载呀、啊，有这个故事，人家就问佛陀，那个谁叫没有搞错，好像叫阿比布啊什么？他说那个当时佛陀的那位弟子声音可以传到梵天，那你佛陀您的可以传多远？那佛陀就跟他讲无量，无量就是说多远都可以啊。那他不确定啊，阿难他就再问一次，佛陀你的可以的多远？然后又讲无量哦，他又不是很切，不是很好像说怕听错啊还是什么？他又问第三次，那么什么都跟你讲无量的嘛，就可以很远的佛声音很远。那他就说那怎样呢？你的声音是怎样传的？佛就讲只要我的光可以传多远啊，我的声音就可以传多远，就是透过这个光啊作为媒介。那声音就可以从光那边去变出来了，变出声音来，所以多远的话，那边都可以听得到的。那刚好旁边有一个五大一的弟子，佛陀弟子，他听到佛陀的光这么厉害，阿难这样问，然后就转头跟阿难尊者说：“佛陀的光这么厉害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跟你有什么意思？”你知道的又怎么样啊？佛陀这么厉害，然后就跟他讲，你就不用问了嘛哈，你知道没有用的嘛，就是这样表达。那佛陀就讲，不是不是，你不可以这么讲，其实是很有作用的。假设阿难尊者啦，他还没有想要证阿罗汉，他还有未来世的话，很多未来世的话，假设了哈，他可以七世做。转轮圣王啊，七世做天王，七世做转轮圣王，就因为他相信佛陀的光或声音可以无量的这么远呐、啊，他一这个相信而已，这个心呐、啊、哈，他就可以得到七世的天王、七世的转轮圣王的这个福报啊。那所以这个我们相信不相信？就像刚才阿耨多罗的光可以照1000个世界啊。如果我们相信的话，其实我们会有福报的。那我们知道它什么因，就是修来的嘛，啊，修定力、修神通修来的嘛。所以我们应该培养这个样的光，这样的神通比较有意思啦。其实我们尤其在马来西亚哈，应该鼓励大家修神通。